美麗嘅花朵，就我要向呢、這、一個、哎、我哋嘅老師獻花先。多謝你 ，April 老師 ，Thank you。多謝 Claudia 老師 ，Thank you。俾你啦，應該係另外一個老師。好啦 ，Tinky 老師 ，Thank you， 仲有 Iris 老師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咧，幾位老師亦都好重要英才，身邊咧亦都係有佢哋嘅學生喺度嘅。咁希望咧，你有機會咧，多啲嚟欣賞我哋呢個 The Selfridge 演出。其實嚟緊咧，12月27日咧，我哋都會喺呢一個場地咧有一個 Selfridge 嘅演出嘅。咁全部都係一個場地演出，如果有興趣嘅，到時可以咧。打俾我哋興隆音樂學院嘅，好，咁咧首先請大家咧可以翻嚟去休息一下先，我哋俾多啲掌聲佢嚇。